先放点点盐巴，然后再放点这个玉米油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今天晚上做点儿饺子吃，我学了回来还没做饺子吃过，晚上就做点饺子。学你做啥子吃哦？我做点饺子噻。做饺子？哦。要的嘛。学了回来没做过，我在那儿饺子吃。要做点儿好不好？懂不懂？哦，你爱吃饺子吗？爱吃。你跑得来不？包不了，我跟你学噻，你学不了，我跟你学噻。要的。还用点，再用点干的。那我老师教我就说要把这个弄来和成雪花状，没得干粉的咯。然后他说水就不消加了，这里还有点干粉，还给我加点嘛。然后老师说这个饺子皮，要稍微干点点。他说包子的话就稍微轻点都可以。哎呦。差不多要得了，都光滑了，快点发小花儿，我快去整我的馅儿里了。我就敲点葱丝儿回来。哎呀，前天我买的够了，这馅儿要不了好多。看见我菜回去，明天再生吃。这是大锅店的看，还有那种两锅的。这儿看我大的，你看两窝，把这个大的给它砍了，我小的它就长起来。哎，这还三窝，看到还有窝长了。那你切点儿白菜的呗。切滴点儿芹菜的呗，芹菜干干。切滴点儿小葱丝儿的呗。我这盘已经烤完了。嗯。好不好嘛？那上面的这个油菜。放点盐不？还加点玉米。买鸡精的就直接放味精了。二来发芽了。差不多要得了。皮别整那么大，这小点儿，心心子多多点儿，再不免像个样子。那皮皮就是有点儿，皮子有点儿塌。看嘛，一手脚，一手脚拐拐着嘞。我这个，我包不归一天，包要叫我杀着你。妈，一睡觉就睡。哎，这个包不归我，我估计这个胖兮兮的，每年在今天话就是没抓好，应该是啊。这薪水不够高哦，少不点。馅儿不够啊。馅儿不够啊。
馅儿不够。来吧，我教你一个。OK 了嘛？然后去做雀雀子儿，兄弟，晓不？现在这里可能做边缘了就过来，就过上面了点儿。但是我觉得讲30分钟，大致不是可以这个，看没？这样的积上来，大致不是刚才20分钟。跟他一积。嗯。恭喜发财。啊。可以积。哦。看没？哦。它不就成了吗？皮子不要擀那么大，嗯，皮子擀小点。简单的我就不得了，复杂的我也包不来。一手饺，这就是一手饺。包完了，包了2勺鸡，可今天晚上应该可能还吃不完。包了应该从开头那些就吃完，应该那些吃完。好，先不动。先烤龙虾点。这是啥子饺？包饺子还包的，但是我还包不来，我复杂的我还包不来，我说的还简单的。差不多也好了。还熟面，皮子有点厚。嗯。吃了，睡一觉，睡一觉。还有那一点多，根儿都没有走呢。嗯，过一好久。感谢这味道还有的，香。那好吃，那吃那些的。哎，还点没？不晓得，有味道，都你都好吃。